one. Okay. Good. Hello. Just ask quickly. Okay. Hola.台中海线无期清水沙鹿马路上，2023年底被发现沿路被乱撒2000多根铁钉，上百辆汽机车受害，让车主气愤不已。经查是一名44岁严姓男子所为，但严男不仅撒铁钉，还传出经常到无期知名庙宇昊天宫滋事，曾经纵火烧天宫炉，让庙方相当头痛。18日又在拿陶瓷瓦片恐吓庙方工作人员，还走进柜台翻搜抢走7600元，吓坏年迈的庙婆。庙婆苦言相劝，那些都是妈祖给的钱，不是我的钱，你要多少跟我说。但严男人不理会，抢走钱后逃跑。民众见状追赶到严男家中，并通报警方。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，依法逮捕严嫌到案，并查扣赃款，全案依法将严男移送的检。现行检察官声押。昊天宫透露，严男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，家就住在昊天宫附近，常坐在庙前方喝酒并击酒闹事，有时拿着木棒铁棍走来走去，让人畏惧，也常对着来参拜的信徒指引拜拜方式，若对方不从，就将对方贡品全部扫走。2023年冬至夜晚更在天宫炉纵火，被警方送办后以3万元交保，之后又回来闹事。庙方无奈地说，严男每次被抓走之后就又回到庙里继续闹事，信徒被吓跑，庙婆也不敢顾服务台，实在令人相当无奈。本分局也转至各庙宇相关的状况，如果有发现可疑人等，可立即向警察机关来报案。